今天是周六，我有点记不清楚什么时间，主要是现在是 reading period， 然后不用上课，所以说对时间的概念更少了。嗯，现在10点多，我刚起来，然后听到我嗓子还是哑的，我喝了点水，打算要吃个早饭。然后我刚起床就看到外面在下雪。可以看到吗？下的还蛮大的。这个窗户呢？下的还特别大。我们这边就是这几天都有在下雪，所以今天又开始下，原来的雪还没有化掉，又开始新下了一波雪。这两天温度都挺低的，所以说今天呢我就不打算出门，然后也不打算去图书馆了，因为外面下雪走路很不方便，今天周末没有公交车，所以我就在家里面写 paper。 像我前几天说的，我有把我的那个就是除了人类学 final paper 以外的所有期末都结束了，也就是说我所有那些课都全部上完了。我今天就打算在家里面写一写 paper，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。而且我脑袋上不知道为什么长了好几个痘，可能是前一阵子就是准备考试的时候太紧张了，然后压力太大就长了一些痘。我们家所有的勺子都洗掉了，所以说我只能拿一个筷子来抹这个花生酱了。唉，没有办法。